谁懂啊？老黑差点让我出车祸了都。老黑以为是他的敌人。你有毒吧？那是啥？那是画啊，老黑。那不是真马，假的。哎呦，假的，老黑，你不要太荒谬了。这一期内容就是比较有意义的一期了。我们在2年前来到纳拉提的时候，就认识了一个哈萨克族的一个大哥，他养了一个光吃羊的牧羊犬，当时他还小。这次啊，我要凭着我的记忆去找到那个地方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再遇到那个哈萨克族的大哥了。那个哥哥在哪？我弟弟。你弟弟？嗯。走。没成想，还真的让我拿着一张照片找到了他的哥哥。哇，现在这都变成这样了。疯了，疯疯了！2年前我就在这个地方生了一场大病，多亏了这家人的照料，我才可以康复。哦，这是他的马。这次我就带着礼物来找他们了，还真让我找到了。Hello， 哥哥。嗨，好久不见，哥。眼前的这位大哥呢，就是当时带我们去摘羊肚菌的大哥。你小心啊，抱住我。你咋不去了，老黑？你看看人家的马。妈，抓住啊，哥，他会咬的。时隔2年，再一次带着我的老黑看到了这个小黑，他今年应该也是2岁0.4个月了。老黑。啊！又撞我！都在这儿冷静冷静，冷静一下。天哪，老黑真的好怕群山呀！你们两个不要再打了。真是，老黑真的一点面子都没有，还打不过群山呢。那是什么节？不是吧？这个节日是啥意思呀？宰羊的。宰羊的。一个家宰一个羊。是吗？一个家一个。就这2天的事儿。哎，那我能看你宰羊不能？可以啊。早天来的朋友刚宰完一个，你来之前。我来之前刚宰完一个。哇哦！霍尔班节，发音对吗？对。霍尔班节，在28、29号。我家宰一个。我哥哥他们宰一个，一个家宰一个，不是一个家庭宰一个，就是一个家。那这也太费羊了吧！最大的节日、除了过年，这个就是最大的节日。我们的三个节日有吧，就是最大的。这个是最大的。对。哇，好期待！我们一起看宰羊哦，那老黑要疯了，真的是。就那个黑狗特别爱追羊追牛，牛不宰吗？不宰牛。这个哥哥是哈萨克族的，所以他们要宰一只羊表示这个节日的祝贺，对不对？穿哪个？我穿那个黑的。黑的。雪山也很可爱呀、啊，就那个绒胖胖的那个。那个劲儿大。你喜欢劲儿大的？对呀，厉害。你是刚刚牵着他，他跟那个狗打架了，对吧？就说嘛。斗狗也厉害。斗狗，对，斗狗厉害。但是我没有让他跟别的狗打过架，所以我不知道他打架咋样。斗羊这样斗狗。在那个项目场，有时候狼来了，放上4、5个，有时候让狼过来不了。那你说这个黑狗，然后在你的牧场上放上4、5个，然后野猪和狼都不敢来哈？啊，对。哦，怪不得你喜欢呢。啊，弄好了吗，哥这？我进去看看啊。这是200的，这200的都这么大。这里可以住10个人的。哦，这是新的，都是新的。一个人还没住，这也太大了吧！这个地方是在房间后面可以洗车。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住在这种毡房里吗？